今天我们就要作为报道小分队去报道新山村丰收晚会。怎么多一个人？如果是陈老师，我掉头就走。是谁要走？我这期可以当牛做马。怎么一上来把人设给抢走了？没想到就这么一肚子人，他都选择了我。五哈这个节目太不是人了。我们公司都黑箱操作，赶紧 go away 行吗？哎呦，这也太大了！哇塞！我请求播放回放。三个人都爱上了一个女孩。这能播吗？和武汉一起拥抱人间烟火，每周六日晚八点，会员抢先看。来随客参与创作活动，赢奖金好礼，还有精彩短视频等你看。呀呀，多一个。哎，怎么多一个人？应该是面试官吧？面试官不坐对面吗？应该。咱给他抬对面去，让他一个镜头都没有。没有嘉宾了，预算有限。哎，蛋总，这个人你确定得罪得起吗？不知道，得罪不起再给他抬回来，抱回来。今天是我们五哈录制的最后一次，我们要去到的是一个能够让大家耳目一新的新农村。因为这个村比较特别，它是全国第一个乡村的小水源保护基地，这里也在2019年被确立为未来乡村实验区。为什么要去这个地方呢？因为这个青山村这两天刚秋收完了啊，秋收了，所以呢他们要搞一个丰收节晚会。哇哦，我们传统的这个做法都是我们去参与他们的节目啊，不行，我们的五哈团员们啊，在一路的过程当中时时刻刻都在学习新技能嘛，所以我们今天这次呢也要去学习一个新的技能，就是报道员。哦，报道员，我们就要去作为报道小分队去报道新山村丰收晚会，我们要做一场轰轰烈烈的倒计时直播。今天我们是要做那个采访的人，做那个拍摄的人，做那个主持的人，就跟春节联欢晚会倒计时直播一样。前一天他说这个鹿晗你的春晚节目准备的怎么样了？哦，对，节目准备的怎么样了？这样难啊。对，这报道还挺难的。就是为了丰富我们这个报道队伍，我们今天也请来了一个我们的老朋友。啊，老朋友。老朋友就不用来了。不会是陈明吧？ Oh no！ 应该不会吧？不会是陈明吧？赶紧 go away 行吗？如果是陈老师，我掉头就走。不出大家的意料，就是陈明。再见。是谁要走？是谁要走？拜拜。Hello， 哎，来，喝哥，已经走一个了，蛋总，超哥，哎呀 ，Hello， 老朋友们，这全是老朋友，这是新老朋友，苗儿，来，走，不用每个人都握手了，握那么多次了，哎呦。陈明老师，你是教啥的？新闻与传播学院广播电视系。专业的，教广电的。那不就是这个完全的符合吗？陈老师，啊，我觉得啊，我觉得他们有点过分。专业知识还是很重要的。我这期可以当牛做马。我也可以。榜单。这不是我的台词吗？怎么你现在也背过去？怎么一上来把人设给抢走了？对呀，哎呀，我明天抢你发型，我跟你说。好，作为报道的话，肯定要有分工嘛。
是，我们要有摄像、记者、主持人选拔，非常简单，非常能够看出各位的功底到底怎么样。平时我们都有 VJ 嘛，拍你们的，今天你们拍他们，哇，谁把他们拍得好看，拍出真正的气质来，谁就有一个。哦，那可以。好，超哥的 VJ 上。哎呀，来了，哎呦，来坐。蛋总的 VJ， 不是代表感觉已经赢了，这也太帅了。赫赫的 VJ， 你这第一季和第二季怎么变大了一个人呢？陈露的 VJ， 我从穿着就赢了。陈露的 VJ， 哎呦，这个我也赢了，这有点像徐志胜的。这个老师请志胜给他调整一下发型，好不好？先给调，稍微调整一下。来，老师，您那个一个孩子需要做一些弥补。志胜的 VJ， 哇，这个两级分段啊！我们是不是要换一换？我很难拍出来你那个头发茂密的样子。陈明老师 VJ， 辛苦，这么来的这么突然。好，王冕的。我这太大了，这太大了，哇，太大了，这太大了，哎，你一哎不一定太大了，一定要站着，一定要站着，你俩一定要站着。我怎么能把他拍出气势？你告诉我，这都是鼻孔啊。所以你知道平常你为什么没有气势吧？他就这样拍你。好，特别简单啊！今天大家用手机拍摄。哦。那里有白背可以拍，那边的道具可以随便使用。每个人有20分钟时间。好，现在开始计时啊！20分钟以后大家回来。来，开始了，我们看看有啥，找点道具。给，需要这个。这是19定型。还有做发型的，这肯定交给志胜了。这个，哎，我们觉得单独拍没有意思，得合作，得合作编一个剧本。哎，合作，咱合拍一个那种合集小电影，小电影。对，最简单就是枪战了。你编个小剧本完了，咱们仨要不拍一个就是警匪天台片，哎，好不好？可以。我们已经想好了，来吧，他俩是两个大学生，对，大学生，剧情这么快就改了，警匪天台片，就是你是农民，但你爱上了地主，你什么？三个人都爱上了一个女孩，不是，就他们三个人同时喜欢一个女的，先假装就打起来，我也听不下去了，不是，就是得有这么个剧情冲突呀，你听我的，我是专业的。行，然后他们仨坐这斗地主，谁赢了归谁，是这意思吗？对，哎，对，哎，这个剧情一样的，找到点了，找到内核了，这个电影。来，3、2、1，开始 ，Action！大哥，我这时候要给你来个特写啊，你看到他拿牌，你应该是什么样的？哇哇哇，这个感情很好，哇，这个坚毅的侧面，我要推个全你。谁赢牌，谁就能得到那个女孩。你打个牌说她只爱我。她只爱我。她爱的是我。哥哥快快，就差你了。她昨天还跟我在一起。这能播吗？我的这个朋友很有戏，她在摇头。我要给她拍个近景。不是，你没法剪啊，用这个软件啊，到时候你看都看不明白到底怎么回事。一盆冷血给我们扣过来了，我以为拍挺好的。哥们儿，怎么称呼？哥们儿，亮亮。亮亮，对。亮亮平时看抖音吗？看。你就模仿一个你最喜欢的，好不好？很简单的，就那种摇来摇去的，好不好？咱们搞一个这个，模仿一下啊！你随意，帅一点，酷一点，帅！哎呀，哈！
来个再来个教训一下。叫来个枪战的怎么样？像男吗？还行，是不是？咱们就拍一个那个类似于游戏环节，枪战的 FPS 游戏一个第一人称视角。哎，我就带着，然后你在奔跑，然后你就找掩体射击。哎，我来配声音，对，我来给一个声音，不断的有那种指引，然后你就往前要去解救一个人质，类似的。行，你觉得这个怎么样？对，我们有一点故事情节，有点故事。Action。长镜头，哇塞，一镜到底，就是对，类似这种感觉，就是看一眼马上收回来，然后开始一点一点往前匍匐。对对对对对，从电梯井一个迂回，要确保这里的安全。 safe safe， 我们看一下，正在隐蔽，他在柱子这里，在一个掩体后。这什么？这不就是这个吗？你这是光健健身，影响颜值？这影响颜值吗？你不已经赢了一半了好吗？看一看啊，我想就刚开始你可能比较自然的走过来，最后我们摆那个光的那边啊，那就这疤痕，那光就要黑掉了，整个黑掉。黑掉，我们旁边找个房间黑一下嘛，对吧？也不难，拿一盏灯过去就行了，对吧？拿一个灯过去黑了。光影是最重要的，但是这个效果出不来。对，有光有影。我觉得咱第一展示你的帅、速度、肌肉，最后有点意思，好吧？我们先找地方。哎，这个黑影好，没光。哎，就是要没光，没光好。你这样从那边走过来。然后边扫就像找东西一样，光影是最重要的。拍个体，对，拍个体，个体好拍，个体我们就是来一个最简单的广告式的。哎，来，咱们拍这个绝对好剪。哎，不行，这是我要拍的。那没事，我换一个，我已经想好怎么拍了。OK， 来再来一个，三二一，走。哎，有了，什么词都不用，我们是型男版，贼酷的。本来家财万贯，但现在一下子落魄到底，生活没有一丝希望，一下子崩溃了。对，哦，我的感情很到位。转头，然后转到我这边，说我老婆在家，我真出不去。然后再说一个，五哈这个节目太不是人了，太累了，我要回家。你来滋一下我试试。你看拿出来就往前，然后摆到眼睛前。我感觉是能剪的。加音乐，咱这个应该加什么？应该加一点悲伤的哈。那就很加。是笑的傻一点，笑的大一点。哈哈哈哈哈哈。咱们 OK 了，我们也 OK 了。超哥怎么还出外景了？超哥。去外景，怎么保存？进去，这样好。剪创作，这个剪是吧？你现在是在相册里面吗？哦，这音乐剪不开的吗？可以剪的，它那个点轴往后拖。哦，这个。对对对对对。好，好了。就这个软件搞来搞去，早就拍完了。不会用，这样用的。真的好，没用过很麻烦。好了，不需要剪，必须一条过。你看看这导演出身，这是对，超哥是专业的呀。哎，别谈。好，大家都已经交了这作品，而且效率非常高，在20分钟之内大家都完成了啊。我们来分别看一下，我们先看蛋总的这个
要解释一下，这是一个摄像师从羞涩到打开自己的一个气质的转变，四条都很快，来可以看一下，第一条顺序播放就可以了。还很害羞啊，还很害羞。嗯，完了，这刚刚开始，马上就好了，对。这是个成长的过程，从害羞，他找到了这一行的简单的快乐。然后慢慢的又发现这一行也不光只有快乐，也有忧愁。何不醉我自己？你唱的歌，却让我一醉不起。是一个成长的曲线，这也太成长。坎贝尔知道吧？就是一个英雄的成长，最后真正的突破。想开了，我开了。这结婚照吧，这是。OK 了，开了。这你把这个软件用到了极致，是翻到什么拍什么，对吧？好，第二位是小鹿的作品啊。又有哦，少云，完了啊！差点意思，差点意思。哎呦，我们考摄像技术，你摄像技术是不错的，很明显嘛。对啊，我是有近景，哎，就是技术，你知道吗？从这儿拉过来，过去。啊，考摄像技术呀？啊，原来考这个，那全手抖的。啊，然后是制胜的，我的有东西，有巧思，就大家就不要不吝赞美之词了。来，哟，这个不是我的吧？这是你的、啊？这个、是我的，但我不是，但是这么看是不是也有些？我们可以这样看，我们可以，来吧。至少你的内心是黑白的。照片，就因为这个人物心情很苍凉，所以我选择了用黑白来表现。哎呦，哎呦，演得好。看看接下来最重要的镜头运用。为什么哭了呢？哦，是激动。哎呦，还被人抢走了。人生饱满了，哇！结束了呀？他不结束。怎么不过 A 呢？摄像是有技术问题的。不是，我想拍的是他极度痛苦的时候，看到了美资源。人生又重燃了希望，在绝望中寻找到最后的希望。对，哇，你有艺术追求呀，哥哥。好，下一位是陈斌老师的。我的展现的摄像的气质是中二啊，展现了一个 Z 世代年轻人在 VR 眼镜带领下解救人质的故事。救援队待会儿将从这扇门的背后冲入到人质绑架的现场。他们会来几个人我们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成功将人质解救出来我们也不知道，接下来会是见证奇迹的时刻还是见证惨案的时刻，随着这扇门的打开救援队即将出现，全是取胜。激烈的枪战非常的激烈，我们看一下这边，是的，我们看不到，太长了，能不能快进，我们用8倍速然后可以看一下。正在进行激烈的挣扎，他需要等。我给还有自己的倒影，哇，太专业了。合理性的穿帮啊，这是斯皮尔伯格经常段落性镜头。冲了，继续，非常专业，哇！男主角出镜了，哎呀，精彩！我们看一下他的模样。蔡老师，恐怖分子，这么长。说总款款经过，仿佛这一切都没有在发生，继续征战，是时候冲了，
手雷，手雷掩护 ，Fire in the hole， Go Go Go！ 冲进去了，冲进了屏风后面。人质在吗？会成功的解救吗？两名人质，还有人质，两名人质成功的解救，他们面色非常的平静，仿佛知道这演员这么阵容这么强呢。他们被带离了现场。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这个好，这个好，完整性极高。所以它还是一个纪录片，还是纪录片。比较完整的一个纪录片啊。可以，可以，厉害，厉害。好，下一位，我的就是摄像大哥不为人知的那一面。哦。哟，还有字幕，厉害了。哎呦。老婆，出来好多天了，已经很想两个宝宝了，但是你放心，还有两天我就可以回家了。我看这个节目太熬人太不行了，我先回家。新生啊，这个我觉得陈哥这个拍出了人文关怀，这个适合报道，这个适合做报道。拍出了一个职员被开除之前最后的影像，我觉得这个。好，下一位是谁？王冕的是吧？出去喝点啊。嗯。出去喝点啊。我老婆在家。我老婆在家。出不去。还得现场配啊。他自己在配音。好了，好了。他那个默片啊，自己配的音。不是，那个必须现场配音。不，一个已婚男人的心酸。我看出你很不想干这行。是。还是贺哥，这个是一个单纯快乐的 DJ， 对二次元的一个小小的追求。哎呦，追求啊，来。完成，可以可以，这可以，这个完成度很高，大片，贺哥太适合当摄影，这个可以，这个可以，这个灯光效果绝了，很帅，可以，超哥的，电影永远是光和影的艺术，看来只有光和影，光和影的艺术，当然也有情节，就是没有演员嘛，也有人物，好来了，啊，我先回去了啊。啊，有故事，上来是一个强代入，沉浸式体验。马上，这我有抓小偷了。哦，恐怖片。哎呀！结束了，完了，结束了，这不是个开头吗？什么光和影啊？我以为是啥呀？没头没尾，这就是吓人。我的那句赞美的话都要呼之欲出了，咽了回去了。哎，收回来我。吓人吗？吓太吓人了。哎，可以说这是个完整作品，太吓人了。可以选一个档期上映。超哥，这是光有影的技术，这是光有影。一般人不敢做这么大胆的尝试。确实，我来说一下啊，从总体来说，陈露、超哥、赫赫、陈明老师、蛋蛋这些作品里其实是有情节的。我这多有情节啊！不是，我这可是客户啊。谁不是呢？你也是啊。自设设想的基本功底是有问题的。啊你。你看他这个全穿帮镜头，南川，昨天我们也已经知道他主持也是基本功很有问题，而且还得找一个翻译。稀碎稀碎，主持和摄像已经证明都稀碎了。看了一下，大家是比较适合搭配的。比如说，刚才在创作的时候，有两个人不约而同的把客户作为了创作的目标。哟哟啊！呀！不会吧？你来，一二三，吊灯，
一二三，不会这么呀，不会这么呀，哎哎哎，不是你这个吊凳太浮夸，我的吊凳是这样的，你的吊凳换组，这题儿卧龙凤雏的，然后曹哥的光影技术和陈露的人文关怀，好，一组诞生了，一组，我跟超哥一组，然后陈斌老师和绵绵，一个视频长，一个视频短啊，这你都能归纳出来，但是我要说，其实绵绵大学学的是播音主持，他俩其实是一个专业的，哦，是的，不可能吧？当然了，不可能吧？没有听出来吗？不专业吗？中国的播音教育审美已经如此多元了吗？后来就干脱口秀去了吗？干脱口秀是对的。蛋蛋和赫赫，你们要担负起演播室主持人的工作。哦。然后主持人有播音员和主持人的语态。没问题。我有问题，我只会这一把声音，我没有办法，就没有突然就变了，变不了。可以啊，只会这个。所以你得帮我，写出来稿子，有稿子就可以。下午去了那个地方之后啊，我们先要了解情况，把选题布置掉，当天就要大家采访，先把报道做出来。好，明天的部分其实是。播放你的报道，然后直播连线，让当事人走进演播室。嗯嗯，确实要统筹一下，是吧？对，挺麻烦的。直播确实很难。我们也特意请了一位老师啊，来给大家做培训。哦，还有老师，那太好了，太好了。我们请的这位老师是本专业的。哎呦呦呦呦！哎呀！漂亮了。哎，各位老师好。哎呦。哎，老师好，张老师好，您坐，不，我是站着，我有小黑板。哦，有，喂，踏实了，张老师来，我们踏实了。好，我很确定一点啊，就是你们先放心，你们所有的人做主持人或者做一个现场报道员，最重要的能力你们都是具备了的，所以不会有大坑。你们的观察力都是 OK 的，然后你们的语言组织能力都是没问题的，所有的词儿你不是都负责帮别人写吗？没有问题的，对吧？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同理心，你们也是没有问题的。你跟人辩论的时候，你要知道对方怎么打你，对吧？演员你要了解不同的角色，对。然后你们要知道哪句话别人能笑能爆，对吧？嗯。所以同理心你们也没有问题，你看观察力没有问题，语言表达力没有问题，同理心没有问题，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呢？哎，好，下课了。耶！天哪！谢谢老师，出发吧。大哥，走，我们去报道了。燃起来了，走吧。回去。现在的重点是我要跟你们说说你们的问题会出现在哪里了。哦，原来是有问题的，还是有问题。对，哎，我们能坐下来聊吗？可以。我其实今天在你们面前就出现三个小时，然后呢，我们解决一些在做新闻报道的时候你们有可能会踩进去的坑。你们平时也各种各样看新闻哈，你就觉得比如说要做一个新闻节目，如果一个人只剩下一个能力，最重要的能力是啥？观察。观察能力，对啊。真诚。真诚啊，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认识，因为你只有真诚才能跟人交流出真东西来。还有什么？倾听。哎，对，这也特别重要。交流。就不交流，就让他们说。就听，纯听。你是主持人哥，你倾听。好，这可能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但是我有我的经验，就是我觉得就所有我见到过的好记者都有一个特别强的能力，好奇心。就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些人是没有好奇心的，他到那儿他就往那儿一躺，说其实今天也没什么话可以说，对吧？哎，这不就陈赫吗？他吗？对，你们彼此找到了对方，对吧？这不就是他吗？这不就是我们吗？
就没有好奇心你就很难采访，就是你看什么你都觉得说就这样吧，还可以吧，也不要模仿了，可以我模仿的很到位对吧？很像所以好奇心特别重要哈。然后呢，好奇心呢前提是就是你可能要放弃一些刻板印象，所以呢我们今天先热个身啊，我们做个小游戏，我们先做一个你要打破一个东西就是一个东西的印象，叫瓶子不是瓶子，你不能说话，但是你要用一个动作来证明它是你印象当中的另外一个东西。嗯，可它是香蕉，香蕉都看出来，对，然后你们传不能重复哈。啊，这就开始了，瓶子不能是瓶子，对吧？单筒望远镜，来，手机。嗯，哎呦，怎么会想的一样呢？对，所以不能重复啊，不能重复，来。你这能力太差了吧？你是专业演员，哥哥。你赢了，这啥呀？什么伞啊？啊！我以为你在传圣火。没有。我也以为你传火炬呢。对，我以为是石头呢。哎呦！我们通过你的动作知道了这是篮球，但是它长得太不像篮球了。要得像是吗？对，因为否则你其实没有这个东西，你也能这么演嘛，对吧？哦，对，好，继续。手榴弹，好。我演完了，放屁吗？演得很好，不是演自己，不是。你要标准的话，是把它叼回来。叼回来，哎，拿回来，这可以。你这过分了，这个。来来快，来。哦，话筒。话筒，对，来。哦，特别好，传回来，再来一遍。哦，啊，可以。啊，吹风机。我想想这个，哎，我表演一个绝的，不能是水瓶子，哦，不能是水瓶子，你就知道广告。我想想这个的表演啊，这是啥？帽子。哦，哪有这种帽子？我以为是个碗呢，大碗。哦，黄瓜，怎么样？不能。黄瓜哪有自己带上的呀？对吧？哎呦，太难了，卡住了，卡住了。哎呦，我想挺好的，给大家时间。我告诉你啊，就别人要看不懂，这就是你的动作没到位，对吧？喂，十秒钟啊！别，十、九，想到了，想到了。拐杖，哎，我的天哪！哎，有人猜出来了，只有卧龙猜出来了。谢谢。只有卧龙懂你。不是，因为我就想用这个呢。我本来来来，快。死，你表演过了，表演过了。嗯。哎，刚才有过了啊。我这是望望远镜。他要上来就是望远镜。你是摄像机。我是望远镜。你就演摄像机啊？对呀、啊，对呀、啊，特别好，对。哦，可以，这弓箭也太短了。你还是这问题，就是它不太像啊。来了，我们接着往下传啊。来，第二轮已经变难了。这个压力很大啊。我一定要告诉你们，这个游戏在我们家可以玩100多轮的。哦，100多轮。对，所以一定你们要把那个东西展开啊。这个东西。哦。哎呦！
是什么？鱼啊！拼了，拼了，拼了！好好好，果然是专业演员，对，好。行，出去了，不要回来了，配合一下。很简单，你就站在前面就好了，不动啊，不动啊，不动啊，就这样不动啊。做长镜儿，做长镜儿。等一下，等一下，这不太好。是真的吗？看出来了吧？接力棒很好，对。哦，吓我一跳！哇塞！你以为要做长镜是吧？我以为。哪有这么做长镜？我怎么知道他要怎么做长镜？医院也不是这样。还要助跑？对啊。哦。哦。哦。啊。一刮。哦。哎，可以，好，这个好，特别好，特别好啊！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不让你们再传回去了啊！哎，我还想了五六个呢，哎呦，我直接来五六个。理论上这真的可以玩一百多轮，你知道吗？哇，后面会很难。对，所以好奇心特别重要哈。嗯，打破这些先植入的印象。然后呢，我们接下来就奔那个记者的主题去了哈，就说你打破了这个框架之后。然后我们接下来，我们所有的好奇心其实要通过我们的观察和我们跟采访对象提问，然后我们拿到信息。提问看起来每个人都会哈，但是在我们原来的记者培训当中，所有人可能要重新受一遍提问的训练。其实这整个世界提问的方向一共只有九个，一共只有九个。好，那我们就把九个方向理一遍哈。好，哇，九个方向。这么多方向，给我一个就行。第一个就是宏观的方向，对吧？嗯。第二个其实就是微观，微观的方向，对吧？对，立刻对。好，微观的方向是你们特别要关心的事情，就是你要找到细节。好，最后一个是什么呢？就跟时间相关的，比如说这块黑板，它昨天在哪儿？它显然不在这儿，是吧？所以你会发现说你观察具体的世界里面你只有三个观察的方向，对吧？好，还有三个相对抽象的方向。 What Why How， 然后他们一拉就是一个九宫格，这个九宫格就形成了你们所有提问的九个方向。 What 红 What 细 What 实外红外细外实。行了，卧龙。总共就这九个方向，跟王冕谈恋爱的方法是一样的。那我熟悉，熟练掌握。那要不接下来你来讲，王冕。那你谈过几个男朋友呢？细节每个人都叫什么的？特别好，对。然后呢？要谈了多长时间呢？对，很好。所以好简单啊。出发吧。出发吧。燃起来了！燃起来了！都燃起来了！一会儿又出发了，一会儿莫名燃起来了。马上把话筒交给我。感觉自己会了，又感觉自己会了。好，特别好。好了，好，收集信息到现在为止我就交完了。就记者就是收集信息、表达信息，对吧？嗯。然后表达信息，你们各自都是语言大师哈。但是哈，我要说一个但是。哎。但是呢，记者的同理心它有一个非常重要，就除了你跟被采访对象之间要有同理心，对观众是有个特别重要，就是跟观众的同理心。太对了，观众。嗯，走，我先走了，我先走。又走了，你又走，赶紧来。我不能再等你们了。我觉得超哥得走了，超哥必须走了。张老师，咱走吧，你不用跟他们上。啊，你通过下面的考试，你就可以走了。我回来了。好了。观众的同理心只有一件事情，就是你要猜测你说的话观众懂了没有。如果观众不懂，你就要降维回来重新解释。哦，这个是有专门的训练方式的，来看一看你们有没有观众听众的那个同理心哈。好，你们分了组了是吧？对，分了。来，按组来做。可以 ，Come on。现在你们一个人当观众，一个人当报道员。好，观众向后转。向后转啊。然后给观众发一张白纸，一支笔。好，一会儿你们会看到一张图，
这张图全部是由几何图形组成的，你得给你的同伴描述这张图长什么样子，他按照你的描述把这张图画出来，但你不能看他是怎么画的。好，考验默契的时候到了啊。对，来，但你不能看我画。对，你先在左上角，用虚线的情况下画一个圆，虚线，你知道虚线咋画哈？画一个大圈啊，里边要有东西的。小问题，可以解决，可以解决。你继续说，咱不能犯规。没有，我看，继续。就是虚线的圆圈里面会有一个三角，三角形，正三角，对，正三角。好了吗？啊，这三角形里面还有一个圆，再画一个实线的圆。实线的。这个圆里面还有个倒三角。倒三角。实线的。在这个整个这个圆的中心，就是为起点。没起点，完了以后往右，右延伸画出一个正方形，往右延伸画，就是你懂吗？就是中心点，中点开始往右是它的上面那一行，完了往右走，再往下走，懂了吧？不懂，不懂吗？我猜你懂了啊。完了，在这个正方形的右下的那个横线上，你再往右边延伸出虚线，向右下边，往右延伸。差不多了，结束了。非常好。那这不很简单吗？非常，我都没有看，我也不知道。一样吗？我不知道。你来比一下，一样吗？我看看一样吗？你不说连他的上年吗？咱差一点点，差一点点，差很多。我觉得，我当摄影。我这个描述，这怎么能去？你这个描述也只有我也。我知道了，我这主要我得说真，我这个三角是接触到这个虚线。对对。呀，还挺难的。挺难的。描述还挺难的。这张图是一些几何图形，它是由两个大部分组成，一个在左上方，一个在右下方。左上方和右下方大概有四分之一是重合的。好，我现在先来描述左上方的部分啊。左上方最外层是一个虚线的正圆，虚线的正圆，虚线画出一个正圆，在虚线正圆的内部是一个等边正三角形，这个三角形的三个顶点都在圆周上。好，紧接着在这个正三角形的内部又是一个正圆，这个正三角形的三条边都是这个圆的切线。可以。好，那么在这个正圆的内部又是一个正的等边三角形，但它跟刚才那个三角形是倒过来的。可以了。好，这个整个图形的左上部分就完成了。我告诉你这个从何怎么来啊。那右下部分它就是一个正方形，左边竖着的那条线通过了中间那个圆的交点，然后延伸开来，那么这个正方形的一条竖边就出来了。好，那我就按照这个再画一个。对，画一个正方形。最后一笔就是这个正方形下面这条边线向右做虚线的延展，延展的长度是个正方形的边长，但是它延展不出去，它已经顶到了纸的边缘。全是几何图形啊。左上方有个虚线的圆圈，虚线的圆圈，圆圈里面是一个顶格的三角形，顶三角形的中间里面有一个圆形，圆的中间再有一个等边三角形，正好占据它的中间。我画到第二个三角，再是一个实线的倒三角，
啊，他到的，你没刚没说到，刚刚不是这个证吗？你没说到，等一下，等一下，我重新来，重新来，稍等，停住。这个就画完了它的一半了，嗯，然后呢，接下来呢是一个正方形。正方形在哪儿？在它的，四分之一的右下角。OK， 明白。实线正方。对，实线正方，它的最左角的那个点。正方形的左上角。对，左上角是在那个最里面三角形。最里面三角形的中间往下画。画。出了虚线吗？出虚线。出多少？和在里面的虚线的长度差不多，那就是一半呗。对，可以按一半画，嗯，然后往右有八个小点的虚线。结束了。对，我们画完了。上北下南左西右东，你写一下。然后我们从上北下南左西，从西北方。你在西北方向，上北下南左西，西北方向画一个圆圈，东南方向画一个正方形，然后画一个等边三角形。正北方是上面那个尖，正方形的东南方向往外画六个点。你画完了吗？你画完了吗？我这个。嗯。什么呀？哎，你是为了黑他的吗？没有。什么呀？耶，二太远了。艺术创作，艺术创作。你是怎么做到的呀？你们俩复一下盘，你们是怎么做到的？来啊，一张图啊，一张白纸啊，分为，他说的是。上北下南左西右东，上北下南左西右东，你写一下。朋友们，这可以理解吗？我说可以理解哈。为什么要东西南北？为什么一定要东西南北？好，在它的这个上北，西北方啊，西北方画一个三分之一大的圆。西北方向占，三分之一纸的面积，画一个圆。西北方这么困难。这可太有意思了。三分之一地方。画一个圆，可以理解吗？我可以理解。好，在这个圆的下南，上北下南右东，东南方，东偏东南方画一个一样大的正方形。在这个圆的东南方向跟它交界画一个正方形。东南方画一个一样大的正方形，差不多啊。以这个正方形在圆的这个尖角，这个三角形的尖角要抵着正方形的尖角，谁跟你说尖角画着一个三角形有没有错？是不是三角形画也没有错？我说，然后三角形的，我请求播放回放，我然后三，我有证据，在这个圆里画一个等边三角形，正北方是上面那个尖，然后它最下那个点顶着这个正方形的那个点啊，可以想象吗？画着一个三角形有没有错？是不是三角形？三角形的尖角你可以理解吗？我可以理解，和正方形的尖角可以理解，可以理解。但是在三角形里面画一个圆，顶着这个正方形的那个点啊，在三角形里边画一个小圆。好，三角形的尖角和正方形的尖角最近的点就在这个地方，但这个圆又要在三角形里，可以没有问题，最多存在这里。好，那在这个圆里面，你要画一个三角形，倒过来三角形，好，也没有问题。那空间也不大了嘛，对不对？那只能倒过来，只能这样嘛，就这样。好，那这个最好理解，在这个正方形旁边画一、二、三、四、五、六，没有错。来，你们得到了一个结论哈，就是猜观众听不听得懂，其实是有难度的。确实。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描述清楚是有方法的。我们简单讲一下描述清楚的基本方法啊。我们这有想象力，他们的都。你太有想象力了，你能不能控制一下？好，第一个就是你要猜你所有你看到的细节，你说出来了没有？来，小鹿，对吧？我相信你肯定说了，说在这个虚线构成的圆里面有一个等边三角形，但是它到底有多大呢？我们忘说多大。也怪我没有想到，也不能光怪你。中国传统文化学得挺好的，很谦让。然后呢，你们这一组近乎完美哈。但是我要说了，纸不够了。
宏观不够，没有宏观。对对，嗯，好，你们这一组目前看起来应该得最高分。他描述的非常好。对，他从宏观说你在指的最左上角。是的，所以大家记得哈，就说如果我们做新闻报道的时候，有一个永远不会犯错的结构，叫宏观细节加动态。然后，所以你们应该得最高分。耶、yeah. ！谢谢谢谢。你们这个，但是我们这个传播性肯定是最好的，传播起来是最有力量的。我们这个传播起来风转。假新闻，标题党。标题党。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把这俩人抓出来。好，所以呢，我觉得哈。把你们俩留在演播室里是一个合理的选择，对吧？对吧？合理吗？怕会把我们的报道都爆偏了。本来是水库，报道出来是一农田、啊、全部变形。我们连线他会听懂吗？重点来了，好，重点来了。今天我们在这个教室里最后的培训，就是我们干这份活是有职业底线的，我们把底线拎一拎、对吧？好，主持人的底线就是所有人的底线，就是你得替整个团队去兜底。嗯，我给你举个例子，比如说有一段演播室的总共的时长是20分钟，理论上呢应该有两组的现场报道，但是有一组手机坏了，怎么也联系不上。嗯，你们不能甩说，你看，就赖王冕他们组手机也不准备好，对吧？从来都说不出这种话、啊、你们就得都成答应啊，你当时怎么不能承认呢？说不出这种话来呀。然后你们六个人全体，你们有12个职业底线，在你们的报道目的充分的情况底下，宁可短不要长。哎啊，好。然后最后一个重点是，对于现场报道员来说，整个的这个节目的核心不是你们，是你们要报道的对象。我们都不出镜。出镜还是要出的。但是他俩谁出镜都很抢镜啊，他俩都有自己维度的抢镜。你知道吗？其实哈，极有可能你们目前的这个外形哈，最有优势的其实是人家智胜。我告诉你为什么哈，就生活里我们有的是跟他一样发型的人，你就要打成一片，对吧？懂了。就特别是女记者培训的时候，我都会告诉他们说，就是你到现场去，你就要跟现场的人，让别人看起来你不奇怪，对吧？所以女记者就不能贴假睫毛，因为你想你的采访对象大概也就跟你这个距离，然后你的假睫毛一闪会扎到他。对，他的第一反应就是你是假的，他就不会跟你说真话。明白了，明白。这个部分我们就结束了，你们就毕业了哈。张老师，谢谢张老师。张老师太厉害了，言简意赅。好，给你们发点资料，这个是你们在车上的任务，每一个组把这些资料大概看一看，想一想自己感兴趣的点在什么地方。嗯，好，好。还有设备，我们领装备。好。哇。我们可以出发了，杨倩，不要拿起来了，来吧，来吧，走起。不是，那一会儿，哎呦，咱还不能过去硬踩。对，去了之后得先行发现。对，先溜达一圈看一看。对，哎，我们特感兴趣的，有一些体育的、广场舞的、艺术馆的、老外的，走啦。这个我觉得我们可以先选一个什么的，我觉得可以，我们选一个比较特别一点。没错，我觉得那个挑粪大爷挺好的。可以啊，这个也挺好，端午游龙会啊、嗯、或者是就保留他们当地的原来的容貌比较好的也行，就从传统入手。对啊，所以我觉得你们整个下午，第一呢，你们每个人找出5个故事来，这样你们无论直播里面发生什么问题，你们都可以有足够的内容去做补充，然后你们至少找到4个可以谈话的主题，就基本上今天的任务就完成了，对吧？谢谢张老师。谢谢张老师，辛苦了。太容易了，是吧？这个任务对于你来说太容易了吧？对呀、啊、还是很困难的、啊、很困难，很困难，主要是张老师这个指的方向很明确，我们就把这执行就好了。对，师傅领进门。
我们差不多到喽。嗯，建筑挺漂亮，房子都很好，都很新。这别墅，这比一些欧洲的可好啊。到了，下车喽。我们要抓紧一点时间，否则你们今天室外拍摄的天光就不够了。好嘞。那咱要开得太晚吗？你是来旅游这次是吗？请问是什么吸引您到我们青山青山村的了？同行勿扰。同行勿扰。未来乡村议事厅。哇哦，很有未来感啊。 Go go go。 哇，乡村议事厅。哇，专业。嚯，哦呦，嚯，我的天啊！以民为先，非常正规啊。啊，你们路上那个资料都看了吗？看了，看好了。然后你就带着问题去跟人聊就好了。就开工了？对呀，对呀，上楼，人在楼上。报道。哟。人家在工作，人家在工作。小点声。方便进来吗？可以啊，可以啊。感觉已经在工作了。怎么称呼？我姓林。林书记好。啊，你好，林书记好，林书记好。然后我是青山村的农村职业经理人，就是帮村子里面做运营啊，做发展啊，这样子的。好嘞，好，怎么称呼？我叫杨环环，叫我小杨就好了。我们还给你们准备了一点我们青山村的一些资料。哦，太好了。这个青山村在拍摄啊、采风啊、调研的过程中可以用到的，可能是一些照片啊什么的。嗯，这个我们很需要。嗯，你们在这边待几天啊？一辈子，几个月吧。落户了。如果说可以的话，户口可以迁过来，可以迁过来。户口迁过来，欢迎。现在我们有一个政策。哦，是吗？人才引进政策，人才引进政策。来，我们详细聊一下。我自我介绍一下吧，我今年刚毕业于北京科技大学。正好可以作为青山村的女婿入住青山村，户口就可以进来了，对不对？快来吧，女婿。青山女婿。没想到这么一住，人家都选中了我。我们要不请书记和我们下去聊？下去聊一聊。可以啊，可以啊。我们还为你们准备了休息和办公的地方。我们来不及休息了，我们来不及休息了，我们只能赶紧抓紧办公了。那我们一边下去一边说吧。好。啊，我们职业经理人会给你们做一个介绍。对对，先去看一下，然后大家再有什么问题再跟我们说。好。这边其实也挺有特色的。嗯。像大家看到这些议事公开啊，其实都是啊，村子里面，比如说每个月在讨论什么事情。各种各样的事情都有，而且你看都有结果的，都有落实的。对，已经完成，比我们公司透明多了。那对啊，这人家出什么事都能知道，厉害。我们公司都黑箱操作，我们公司所有都不知道，我今天都不知道公司在干什么，不知道发展到哪一步了。黑箱操作没事，不黑心操作就行，也黑心，也黑也黑。好的，那我们往这边走，我们办公和休息的地方都在那前面。好，走，我们就由村子的女婿智胜带路吧。我先去家里转转吧。我们往这边走，在这边。嗯，这个地方大家注意到没有，它其实是青山自然学校。我觉得这儿特别好。这儿特别好。这儿太舒服了。这里节假日啊，一般都是城里的，因为现在城里的小朋友接触大自然的机会越来越少，特别少了。我看完就想带我两个女儿过来。好啊。这个就是我们为你们准备的办公和住宿休息的地方。哇，这个学校报道中心啊。对，这是我们工作的地方。现在要讨论。好，讨论起来。我们花很少的时间把明天的那个直播单拉一下啊。好，我们明天的直播是一个明天的晚会的倒计时，然后这个是明天的节目单，你们只能轮着看看了啊。好。啊，牛鬼，让我们荡起双桨。
哎呀，真的吗？真的，让我们当你商量。现在这个晚会啊，就缺一个脱口秀。你挺想给自己找事儿啊？来吧。明天呢，是每一个整点分别在3点、4点和5点。我们现在安排的时间是，超哥你们出现在3点的报道段落里。我们3点，好。然后陈明啊，你们出现在4点的报道段落里。好。最后，只剩你们出现在5点的报道段落里。建议你们今天的报道大概成篇，在2分半钟就可以了。2分半这么短？2分半钟在新闻里是个长新闻。是不是每个组都清楚自己的任务了？对。我先给你们5分钟的时间，你们每个组准备一个故事，你可以是特别感兴趣的一个人，或者特别感兴趣的一个地方，或者特别感兴趣的一件事儿。嗯，好。他妈采访他吧，采访经理人。可以，直接采访经理人。好，那我们就出发吧。还要讨论呢。双路。其实我就很好奇，有没有比如说像我这样市里面的就是这样的年轻人愿意回来生活离开，这其实就是这一块核心困惑就在这儿，就是本地怎么留，外面人怎么来，对青年来讲，你这个选题拿得很宏观，那基本全能聊完了，剩下的咱就拍点空镜就可以了。你们好了没有？好了，张老师。好吧，那你们开始说啊。我们先说说，我们采访职业经理人。你还跟我们想一样，看完材料之后，我会发现，我们需要一个传统的，还需要一个现代的、新鲜的。所以，职业经理人从第一步，就我们听到的第一步就开始，完全不一样的模式。所以我觉得您是很好的对象。可以啊，好吧，那我们先预定一下啊。好的，可以。嘿。然后那你们呢？我们就赶紧再找啊。户外运动，哎，这个郑玉，95后返乡青年，哎，跟你同岁，跟我同岁，可以，就他吧，他也喜欢户外运动，那其实这个也行，就礼堂那个，因为这个地方有的说，而且这个东西拍出来好看，这个礼堂可以，那咱们去这儿吧，正确句子。想好了，咱赶紧定。对，咱就这样。我们这个组的想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人为什么会留在这里？对。然后我们找到的这个比较典范的是荣设计图书馆，和这个郑玉，全靠我们卡死，卡的死死的，而且还比他好。来，你们。我们本来是郑玉。为了郑玉。可以啊，可以。那你们郑玉，我们图书馆呗。OK， 然后呢，我们就有2个方向，一个是本地人为什么愿意回来，一个是外地人为什么愿意过来。资料里提到的是来自世界各地的一批年轻的设计师们，他们在这里来创造美学。所以你要采访德国夫妇是吧？对。郑玉现在应该在足球场踢足球。足球场。走。然后今天晚上他们会有一个夜话青年的活动，就是我们的年轻人聚集在一起，哇，讨论村子里的事情。那这活动太好了。你们各自的报道线都清楚了哈。对。然后呢，晚上有一个夜话青年的这个活动。对。然后呢，我把书记发给你们，你们最好书记带着你们整个村子转一下，就所有别人不注意的小细节都归你们。当然，那拜托二位把我们的空镜都拍一下，好吧？好的，没有问题。我们带的是专业团队，我们带专业摄像团队去拍空镜。我们不专业吗？我们的摄像团队。你赶紧出发吧，你的足球要进球了，天光天黑了，出发吧。好，定会努力做好的。谢谢老师。加油。苗儿，你先学一下这个摄像机的使用。好，对，我们开始检查装备。这个按一下，对吗？那变红了就直接录了。对，这个我知道。这个是推和拉。嗯，就这么简单。差不多啊，应该没什么问题。嗯，把它往外这样。这个是给你做监听的。我来监听一下。对，喂 ，Hello。有。好，那就可以。我们先讨论一下。好的。我觉得可以就以小见大，完全是从你的出发点开始。可以。我觉得这种从人文上，
还挺舒服，就是观众看起来会觉得比较舒服，但物有所指是最好的，对吧？在那儿，然后有具体的物件、具体的人，它都可以当。你有什么风景特别好的地方，有代表性的？那石扶梯那边我觉得还挺推荐的。那就直接去吧。好，走，坐车过去好了，我可以给大家带路。好呀，上车。我坐前面，没准还能拍点东西。对，你坐前面。我们的图书馆怎么去？自行车呀。不是，这个太不友好了，这个车。我要是骑不上它很耻辱，但是我骑上它不够长。太久没骑了。好，适应了。呜呼，哇，好爽。迎着夕阳。石扶梯大概开多久？十分钟。Let's go。咱们这些雷队咱就不在了，咱们轻装出阵。对，我带上我的记者服。这你还拿上了？我得穿上，我专业。那他们出去都没穿，那怎么容易被村民打？那是人家知道他们是干啥的。人家很和善的，不用扣上了。专业的。你咋不在我在上厕所的时候穿呢？去去去。哈哈哈哈哈！第二季1月29日-30日晚8点，武哈新春特辑惊喜加更，会员抢先看24小时。11月22日起，每周一晚八点，会员专享武哈团建日志精彩定期放送，直拍慢纯享每周6日晚8点与正片同步上线，一起揭秘更多武哈幕后花絮。好，那我们就出发吧。您好，我们呢是明天会有一个专题的报道，采访一下，可以采访吗？好，来，今天就了解了解村里的故事，万一他们的报道有一些超时短时，演播厅不能干着，没话说。到底他在工作，在周三的下午，你把词儿捋一捋。我是一个脱口秀演员，我的嘴条能变成这样？听鹿哥哥长大的。哦，谢谢谢谢。找到那家正片没看够，周一晚八点会员专享五哈团建日志，哈哈 哈不停，关注哈哈哈哈第二季爱奇艺官方号，发现更多精彩内容。电视大屏看爱奇艺就用奇异果 TV， 一起追综艺吧。来爱奇艺用五哈道具拍视频，哈出惊喜，哈出爱，还有红包拿。海外用户下载爱奇艺国际版多语言字幕，更多独家内容抢先看。来微博，进入哈哈哈哈话题页，参与盲盒互动，快乐收集五哈，带哈哈哈哈发出你的故事，与五哈旅行团一起分享。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登录凤凰网获取更多有料新闻、界面新闻，为美好价值创造者打 call。想了解更多城市青年文化，敬请关注网易上流公众号，解锁哈哈哈哈的有料知识。上新浪新闻后端搜索超级剧宗，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来一点资讯获取更多节目讯息，更多精彩节目资讯请关注360娱乐。